就变成一个病人，不唔系坏人啊，即系嗱，其实嗱，沟唔到女，梗系会短命啦，唔讲我都知啦，系咪？即系你话唔开心嘅人会短命，我都会知。即系其实沟唔到你，自然唔开心噶啦，系咪先？系你边个沟唔到你会开心嘅啫？系咪？你唔会开心噶？如果你沟唔到你的话，就绝对系会走入愁肠愁紧愁啦。系。所以就其实呢个研究报告就好有科学根据、哦，系咯，其实都好合理啦。我又觉得呢个研究报告，啊、但系呢个研究报告我都可以讲喎，应该你都可以讲，我都研究到出，即系你行出嚟要发表呢个研究报告，不如谂下有冇第二个研究报告啊？可以咁样讲下，即系你话，不如我访问一下啲人研究一下，大家有咩想研究一下先？系、哎啊，喂，不如讲翻你个中学嗰个阶段啦，系咪中学呢、這个？就男多女少啊？几多比几多啊？其实差唔多，就系多几个咁咯。即系分唔匀嘅。分唔匀，都系男仔多少少咁咯。哇，咁好弊喎！靓唔靓啊？啲、啊、女仔？唔好讲啦，等得罪咗啲中学同学唔好啊。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试过有一个同一样嘅追求嘅目标。即系同男同学同一个有追求，系啊！即系话大家都中意、哎。我想同你讲啊，我中学好纯情啊，我冇谂呢啲嘢噶。你中学冇谂呢啲嘢？真系冇谂呢啲嘢。咁你中学点样过呢？戆居居翻屋企打机咯，真系噶。啊，咪踢下波咁咯。但系你啲同学会唔会都会话追下女仔啊？咁啊，佢哋又早熟啲嘅，都有嘅佢哋。系，但系你又冇嘅。系啊，我唔知点解好迟熟。咁点啊？咁中学就系、是、咁有冇女仔撩下你啊？倾偈一定有啦。点样倾偈？即系我就、哎、你好 Q 啊嗰啲啊？唔系 K I L L 嗰个 Q 系咪你好可爱啊？搣下你咁啊？咁啊唔会，咁啊唔系去到咁乜嘢咁自闭咁样。系。不过只系唔会话去做啲男女嘅嘢咯，即系追人又唔会咁够胆啊。真系。中学唔得。即系石啊嗰啲更加冇啦。去到中六七就会。中六七有。中六七系啊，我读夜校啦嗰阵时。读夜校就有。啊、一出嚟做嘢，夜晚读夜校咧，中六七。系。咁就有啦。爆发。啊，即系系啦，接触咗社会之后就有啦。咁你点样沟女啊？都系咁嘅啫。系咩？都来来去都系咁嘅故事嘅啫嘛。你参照下，你照块镜，你都知道。我冇乜。倾下电话，煲下电话粥。是不是一定有的啦。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很憎倾电话的。其实我也是。好烦的我觉得倾电话。是啊但你有没有试过一个情况揸着电话 dead 咗 air? 实有啦。跟住但是又不舍得收线的。不舍得。半个钟跟住讲一句咯。跟住唉揸着电话戆居居跟住同第二个人讲嘢的嘛。而家冇呢个可能性的啦对我来讲。而家是啊点解呢冇咗呢个耐性啊冇嘢讲是这样。是咯我都不会啊。做咩噶？系咩？其实我好啦，一系迟啲揾你啦。有咩打俾我啦？系咁。系咯，即系你揸住电话，我就觉得啊，好事啊！谂翻以前自己揸住电话，戆居啊！真系会，竟然可以倾到凌晨四五点。哦，咁我冇试过，我试过倾到两点啫。但我已经，唉，我好眼瞓，我想同佢讲，俾我瞓啦，大佬，我想瞓觉啊。系啊，因为哇，第二朝着翻，我点同佢倾咁夜啊？而家真系冇可能咯。而家我唔知而家啲人，可能而家科技进步，可能用 MSN 解决噶咯。哦，咁啊系啊。系啦。嗰阵时咧，我中学嗰阵时候，我嗰阵时系 ICQ 嚟嘅。唉，哇，都唔系好耐啊。都其实都几多年了冇用咯，都四年到中四五年咯。中二三开始玩又啦，系咯。咁嗰时我觉得，唉，不如倾电话好过啦，玩乜嘢呢啲系咪先？系。跟住而家发现咗呢啲好 ICQ、MSN 嗰啲好处就系可以同时间同好多人玩倾偈。哦，即系一次过沟几件，唔系倾偈啫。哦。好啦，喂，咁我今集嘅时间都去到呢度啦，同大家讲声拜拜啦，拜拜各位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